娘，你真的开玩笑了？什么开玩笑？哎，你知道了我不会讲的台语，你讲台语干嘛？讲那么多？讲那么多了，听不懂哟。哎哎，被人家，阿叻阿宝阿叻，你快，阿姐妹干。老板娘，当中四百是五百是。跟那个哥可以帮我换一块吗？换一啊，换一包吗？啊，两包都一样的给你，我拿那个更好，那个是人家叫留的。哎呀，你相信我了。我相信，但是我想的。四百是这一包，五百是。我想那个新鲜一点啊。赶快新鲜呐、啊！哎呦。你不会不新鲜的，我的东西都保存得很好了。好，你拿五花肉里看看多少。阿爸，上面这位干没？好，等一下，那我把它处理好。好，我知 ，OK， 安尼好不？这底好哩，好，安尼好。啊！刚才你是讲给你的朋友，刚才那个，嗯，你的朋友怎么样？怎么没等你？哦，他做什么？那个跟我的什么连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有伴啊，伴啊。什么伴？跟你一起有伴啊！那是我要这块可以吗？不是啦，那都不行，那个这钱都算好了，你来换的哦。等一下把你杀掉哦，你呀，还杀哦。我认为他没有要啊，他只有要一半的，那是我刚好的我一半而已啊。他要啊。好。好啊，等你。好 ，OK。好。刚吃饭都没这空哈。姐啊，我加两百块油的哦。好，收饭。嘿，阿蛋，我你搞冰的。好好好，我知。哦，好好。你直接落个我来。好好好。来。来夸一下，你拿给我的最小的，最小的，嘿嘿。啊，这个有比较小的。嗯。190。嘿。啊好。好好。啊，你爱想老板，我挑看。这个是人家我故意留的，太不新鲜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很新鲜，这昨天的、啊，哪给我老的呀、啊？等一下就没了啦。不是的，这个是个白骨啊，这个猪骨吗？对了，哦，阿弥陀佛，你等一下不要去弄到啊。好好好。小心啊，我要过年了。哎，三江那条。这个是。大骨一百啦，这个一百啊。这个190，300。哎，是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哎，头皮你点解不是讲耳朵那个？我不会讲台语。耳朵
起啦。我不要了，要了我会跟你讲。本来有啦，嘿，我们上。对。我跟你讲。啊，你要什么？这个呀。好。哦，220。我是490，是不是？100、200、390了。对呀、啊。90块来，100来，好，10块钱。好、哦，谢谢。也220，一起。啊，那给你装一起。对，装一起。哎，我是跟你说，你不是很喜欢买这个。我很喜欢，但是现在我没有字了，我有压字了。我呢？今天你也下压了。哎呦，那么厉害，早上晒呀、啊！哎，老板，有人的、要的鸭肉啊，我会卖啊。我们的羊的很多了，好十几只啊。看到没有？不要卖呀，留着自己吃了，健康比较要紧呐、啊，钱没用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我要赚钱呐、啊！干嘛赚那么多？你就有赚了，不要，留着吃的健康。你也知道啊，人也要贪婪呐、啊，那个更多更好啊，是不是？你也是这样啊，赚更多钱更好啊。哎呦，你不用赚那么多了，那么那留着吃比身体健康比较好。没有了，但是我玩耍，我玩呐、啊，那、不好啦，如果呢，只有休息呢，觉得的身体不好。没有。如果太闲了，身体不好了。啊你，啊怎么会太闲？你们现在去工作？我是当管理员啊。当管理员了、啊、不要到工地工作了，在宿舍管理而已啊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会到那工地啊。工地哦。哎，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啊，跟那个包商有什么问题，我会。你要去处理啊，没有？对啊，我会处理啊。如果的，那个工资的不对啊，还有工时的不对的，我会来处理。没有，他人家就要巴结你，有没有？我赚塞钱给你。但是，所以的我工作呢没有太辛苦，所以的要运动一下。要用这个脑筋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要种菜，要养鸡养鸭的。你在这边也有种菜哦。有啊，种菜养鸭养。种什么？以前也养羊啊，养羊啊。嗨，有杀掉了，安尼哦，有两只鸭，哎呦，现在有很多的鸭的，如果呢你们需要了，我会卖啊，我也跟那个台湾人呢也卖很多了，安尼哦，我们邻居啊，他们很喜欢这，因为呢我们没有那个没有的工业的食料，只有的我们的厨余啊，厨余的，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最好的，嘿，嗯，真的，如果你喜欢。然后好，如果谁要买啊，你可以介绍一下。好，我听懂了，收到了，别那么。